苹果今天更新官方技术文件，建议 Apple Watch 用户使用苹果制造的充电器，或已完成 Apple MFI 认证并使用 Made for Apple Watch 徽章的充电器为 Apple Watch 充电。如果您使用假冒或未经认证的 Apple Watch 充电器，您可能会遇到充电缓慢、重复鸣响以及电池寿命缩短的情况。了解如何识别 Apple 制造的充电器和 MFI 认证的充电器，制造的正品充电连接器是白色的，一些 Apple Watch 充电器的充电线上有文字和监管标记，非 Apple 制造的充电器的充电连接器表面可能有不同的颜色、文字或其他设计。 Apple 还提供了迄今为止生产的所有电缆的型号列表，并提供了使用 Mac 检查充电器制造商的说明。如果您的手表充电器是 Apple 制造的，电缆上会显示以下型号之一A1570, A1598, A1647, A1714, A1768, A1923, A2055, A2056, A2086, A2255, A2256, A2257, A2458, A2515, A2652, A2879。 若要识别已完成 MFI 认证的第三方充电器，请仔细查看充电器的包装和充电器本身，授权的 Apple Watch 充电器在其包装上使用 Made for Apple Watch 徽章。以上是苹果 iNews 报道。